yeah yeah， 事情并非麻烦，没这那么简单。还好天使共有我们终极一家，不是正义的一方，是靠边的站。终极铁个人就要蜕变登场。一号灯光套餐，二号三观套餐，三号激光套餐，听到这里通常完蛋。哎呦，谁又找麻烦？哎呦，这下怎么办？老母大人早就说过，疯龙也不能乱玩。麒麟手套出场，还有谁？到底谁是老大？新哥的菜你吃不完，你数看看。我来巴拉跟着唱，手发光，眼发亮，你无法挡。我来巴拉跟着唱，看对手刀光光也算正常。我来巴拉跟着唱，手发光，天发亮，你无法挡。我来巴拉跟着唱，看对手刀光光也算正常。你数看看，我来把它跟着唱，手发光，还有天发亮，你无法挡。